前面我们为各位解说王宗岳太极拳动静分合的静和之术，我们把融合的重要讲得非常的详细。现在我们要为各位把静和这两个字中的静做详细的解说。明代历史学家黄宗羲在《王真南墓志铭》中说，有所谓内家者，以静制动，犯者应手即扑。这句话就是说，古代有所谓的内家拳，这些内家拳的人呢，他是用一种静的方法来制服动的技术，触犯他们的人呢，往往一应手就倒在地上了。那么这里面所谓的内家以静制动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过去有很多不懂内家武术的人，他们讲到以静制动，往往以为是以不动去制动，所以他就在应敌的时候静静不动地站在那里任人宰割。他们以为这就是内家的以静制动，其实内家的以静制动不是以不动去制动。所谓的静这个字呢，它的意思就是静和的意思。这个静字呢，就是出于太极拳哲学的动静分合，其中是把阴和阳在静的时候会合成太极这样的静和的概念，简单称为静。所以静其实就是静和的意思，静不是呆呆不动地站在那里称为静。所以所谓以静制动，就是以采取以静和的方法，就是用融合的方法去制服动的，所以这也叫做以静制动，以柔克刚。所以古时候也称以静制动称为以柔克刚，也称为合抱制刚。所以静就是和，就是跟对方融合，这个静就是静和，它是从太极拳的哲学中出来的。这个静字不是一般所谓的安静不动。所以说练太极拳不但要明白融合，更要明白静这个字是什么意思，一定要明白静这个字是指静和，是指静和，绝对不能把静字看成是不动，否则你就永远练不成太极拳了。